大圣先生，请放心，有我们保护你回别墅，一定不会出任何问题。比起担心我自己的安全，我更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敌人总是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？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 马生先生，你向坂田少佐汇报，就说马生先生有危险，请求支援。 我请马生先生来吃饭是临时决定的，怎么这么快就暴露了？坂田少佐，马生先生约你来俱乐部吃饭，这件事情你的手下都知道，是不是他们出卖了你？不可能，军部全是效忠天皇的皇军，反而商会有很多中国人，应该是商会出了问题。 不可能，这次的问题绝对不会出在商会里，因为只有会长和我知道马生先生的行踪。倒是俱乐部出了问题。报告少佐，马生先生在路上遭遇伏击。马生先生呢？马生先生不见了，三虎中尉已经去找他了。报告，我们中计，中计了。报告少佐，俱乐部已经全部搜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集合所有人，嗨。 坂田少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会长，你先回商会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不宜久留。你们要保证麻生先生的安全。会长放心，我们一定把麻生先生安全地送回别墅。嗯。
所有人给我追。给我追！快追！